这什么条约我不签，除非高卢基先签。别总拉着我，我也不签，约翰你要签我就签。你俩给我这卡 bug 呢，赶紧给我签了。哎，马上。兔子你签不签？我签呢，毛熊先签我就签。我也签呢，硬将你先签我就签。我肯定签呢，兔子你先签我就签。啊，你们仨不也卡 bug 呢吗？那我退一步，毛熊签我就签。那我也退一步，兔子签我就签。我也是硬将签我就签。有区别吗？这不就换个方向卡 bug 吗？这个要不咱仨都别签了吧，我看可以。嗯，但是除了我们仨，每个人都必须签。硬将，你是怎么进入五常的？五常就是老子组织的。哦，那毛熊你是怎么进入五常的？硬将请我来的，谁叫我实力超强呢。那约翰牛你咋进来的？我二战三巨头硬将忠实小弟，他干嘛呢带着我。高卢基你呢？这个英国害怕美苏实力太强，为了保持平衡就把超强的我拉进去了。那兔子，原来的五常可不是你，你咋混进来的？我刻苦努力热爱工作就让我进去了？不可能，我也努力啊，我还热爱运动，从不挑食，每天吃一根胡萝卜，越来越离谱了，能不能说实话？别问他了，你是不是想进？跟我们五个打一仗，打赢了就让你进。